消息要告诉我们，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王继强。王继强，来，主持人你好。那现在我们这个梁宝华书记也到了现场，大家可以看到，那么正在对现场的抢救工作进行这个指导。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那么刚才呢，我们听到了梁宝华同志给我们介绍，在现场指挥的时候提到呢，现在就要不惜一些代价来抢救。我来这儿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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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。